新娘的同事。你压抑很久了哈、哦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是你的生出来为了舞台。哦，那为什么不早点点歌呢？对不对？还真的吓一跳，你那个电筒可以再试一次吗？啊，电筒。对。来，刚才那个唱歌那个很胖的布隆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？我们好，哎，我会帮你等一下去哦。好，对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那位那个我们那个美女哦，先示范一次。好，来，你先示范一次哈，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好，换你，五六七八。哎呦！Oh my god！ 好，继续。